这个发型还可以吧，不是很乱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是芒果，今天又是一期超市购物分享。最近是不是超市购物分享录得太频繁了，有点没劲吧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今天没有想去超市的，我今天，哎，我跟你们讲一下细节吧。昨天我的导师终于回复了我的邮件，如果你关注了我的微博的话，你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就是我的导师当时他是周一给我发的邮件嘛，周三要不要见个面，我是周四才看到那封邮件，我就赶紧给他回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之前在忙考试什么的，其实也并没有在忙考试，就是没有及时看那个邮箱，我说能不能在我们 reschedule 一下，就是我们再约下次。隔了两周都没有回我，昨天他终于回了我。我给你们读一下他的邮件啊，因为我们导师很年轻，应该30左右吧，好像还不到30岁，所以我一直没有担心他是因为生我气了或者什么的没有回我什么的，这个就不用担心，他人很好。但是两周不回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夸张了，有没有？好，他是这么说的， Just back from holiday， 就是他开头啊，第一句他 hi， 然后加我的名字，完了之后 Just back from holiday，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， I'd love to meet up， though I'm not， 他都没有用 I am not， 他说的是 I'm not in Chandler House， 就是 Chandler House 就是我们平时上课的那个地方。两周前的周四给他发的邮件，然后他是两周后的周四才回的我，因为他去度假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些都不重要。然后我本来想的是，就是今天下午要不要去逛一下街，然后看买买衣服什么的。外面实在是太热了，我跟你们讲，现在伦敦有20度，20度你们一定觉得哇塞，20度好凉快啊，那20度有什么好叫热的，真的不一样，尤其是在室内，室外还好，室外就是晒，因为他们这边空气质量比较好，然后再加上纬度比较高，所以就会特别特别的晒。室内你知道我们寝室就只有一个小窗户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寝室只有一个这样一个小窗户，然后这个窗户它还不能完全打开，它只能开这么小一个缝，看到吗？就不能再往上推，推不动了，就只有这一个窗户，卫生间里也没窗户，然后那边就是一个门，所以说它不通风，然后再加上采光又很好，特别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现在录视频嘛，我又不敢开窗户，因为刚刚你们也听到，就是我一开窗户就会特别吵，因为我这个房间它是对着外面那个马路的，所以就会特别吵。刚刚说到要去逛街嘛，因为外面很热，然后我又觉得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去买衣服，所以就想说算了，就改天再去逛吧。就去了一下 Superdrug， 我本来之前我有看 Jason 的视频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，如果混美妆去的话，他有推荐英国这边一个开价的牌子叫 MUA 的这个牌子，然后他有推荐他家一个六色眼影盘，我今天去试了一下，我本来是准备买的，但是我最近实在买了太多太多眼影盘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我觉得那个盘的质量真的很好，就是粉质非常非常好，尤其是珠光色的盘，我推荐你们去买珠光色的那个，就是有酒红色的那酒红色和金色的那一盘，质量非常好，非常糯软的那种，显色度也非常高。我在手臂试了一下色，现在已经蹭掉了。在 Superdrug 看是3.5磅一盘，换算成人民币就30块钱，太便宜了。而且它最近还在打9折，你们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下代购看 MUA 六色眼影盘，在淘宝上应该能搜到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搜过。反正如果你们看了 Jason 那个视频感兴趣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盘可以买。现在已经下午2:06了，我还没有吃午饭，我现在那个烤箱里面在烤着鸡翅，现在定个时，大概烤个10分钟左右，然后要去给它翻个面。讲了太多太多废话了，赶紧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超市购物分享，在超市里面买了些什么。噔噔噔，东西在这里。今天你们看我用的是 Waitrose 的袋子，你们也知道我每次都会带那个购物袋去嘛，但是我今天没有想到要去超市，然后我就压根忘记我们学校附近有个 Waitrose 这码事了，所以我今天就用的是他的袋子。今天有零食哦，但是只有两个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第一个是这个乐事 Sensational 的这个薯片，不是为了买薯片而买薯片的，我只是看到它这个包装，然后你们看这个辣椒，
就感觉哇塞，一定很辣，是不是一定很好吃？我没有吃过这个，所以我想买来尝一尝。现在来吃一下，嗯，给你们看哦。嗯，还蛮香的，但是感觉没有很辣。你知道英国这边超市真的很难买到辣的零食，就不像国内有什么豆干啊、小鱼干啊那种各种。你们看这个上面有一点点辣椒粉，我尝一下。什么鬼啊，你们看它这个辣椒画得多夸张，完全不辣，我给你们讲，完全不辣，好吧，有一点点的辣味，但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。它，但是它有一点点那种酸味，有点像那种青柠的那种酸味。嗯，给打个6分吧，就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看这个辣椒画的，结果收到是这样子的，上面根本就没有辣椒，好生气啊！我准备等一下自己往里面倒一点那个辣椒粉，然后拌一下吃。哦对了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吃薯片的一个方法，一包薯片半袋空气，每次伸手进去拿不是就是要伸很进去就很麻烦嘛。然后在网上看的，就是你把它这样从底下把它这样再卷上去，然后你们看，就这样就可以拿到，就会很方便，有没有？这个方法还蛮实用的吧？而且你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桌上，它就完全不会倒。你们同学聚会啊，或者很多人家里人一起吃的时候，就把它这样放在那个茶几中间，也不需要你每次都得拿着递给他，你要不要吃？递给他，你要不要吃？是不是很棒？还是乐事的？这是乐事吗？这不是乐事哎。我刚讲错了，这个是 Walkers， 我以为它是乐事的，是 Walkers 的，不是乐事的。然后这个也是。